王阿伯，让我砍了他，为乡亲们报仇。给他个家伙，省得说咱欺负他。他胜了，放他走。崔帅，不是20年前了，一对一你胜不了他。我若伤他七分，也可以告诉民众，法医也是肉长的，并非神魁。我是一军之帅，即便战死，这事儿也得由我做。任何人不得帮救，按规矩，生死由天。胜负未分，都退下。爹，小姐，听说近日翠军招募乡勇已过6000。魏大人，此次小胜让民众增添了信心，不乏报名者前来。有的是200把连珠枪，就能组建一支快枪营了。是啊，就是少了点。老提督此意，果然胆气十足。我有梁谋啊，梁谋没有，胆气还在。法医兵马不足10000，我若率30000之众，断然不会像潘大人一样一败涂地。崔帅大人，同为朝臣，讲话要知轻重呢。官话我说不来，还多谢王大人及时送来粮饷。老铁多。按总督府之命，5000淮军就交给你了。吴管带，在。你部适应兵士，直接听命崔帅。这，崔帅，下官有礼了。免礼。
提督大人可谓是雪中送炭呀。不过一旦开战，能否再遣兵马，由我调动。哈，老提督是要我也听命于你吗？不敢不敢，下官只是从战事而言。此枪是中堂大人赠予我的，送与老提督，以表抗法之心。哎，小心，装着子弹。老朽无功受禄，合适吗？还望老提督笑纳，日后若有行动，通知晚辈，以示敬称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便是圆满。于我而言，竟是可望而不可及。我让你大哥带全家老小和你们的姨娘去柳州暂避，如若败了，也好保全冯家老小不受外藩欺辱。你俩若也想去，就一起走吧。爹，娘让我们无论如何守着您。打仗还用得着孩儿吗？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，上阵父子兵，不能让人说是别人家孩子的命挣自家的荣光。孩儿记下了。臣已到，提官出征。要在大青山和凤尾山两山之间搭一道高一丈的墙，下凿坑洞，这道墙就叫关前隘。关前隘以外地势开阔，不宜用兵，留给法军。我觉得还可以在关前隘后退三里处的山峡修一道墙，此为二道闸，把兵马就驻扎在关前隘和二道闸之间，没有令牌，不得擅自出入。在大青山上修筑工事，设守道防线。苏英奎放在哪儿？得想办法让他推进二十里，在二道闸以外构筑防线。淮军的装备比咱们好得多，却让他们守二线。苏英奎还算可交之人，胜了算他的，败了算我的。如今官场唯利是图，得让他觉得合算，人马才能推进。爹，中学为品，西学为用，法医要打，洋火要用。这么重的活每天都是稀的，快点，别挡着。淮军的伙食比翠军的好，有菜有饭，想人也比他翠军高一倍，都是当兵打仗的。你看人家淮军太不公平了，看咱们吃的还不吃的，少废话，粮饷节制，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。小女阮月，安南人士，
在法军做内务，惊扰冯大人了。不客气，坐。李格里将军让我给您带来一份礼物，